没有教的事。哎，掌声再次鼓励。班上同学啊，班长这个厉害啦！对，老师都一把年纪还在念书啊！快不要这样，戴上眼镜我是乖乖牌，是脱掉眼镜我是坏女孩。哎呦，厉害了！平常讲，我们今天要上的是两性的课程，对呀，世界上就是两种人呐、啊，有没有？好人跟坏人，男人跟女人。所以你这个啊，对男人的了解应该也算多的啊。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比如说我问你一下，嗯，开车来讲，男人喜欢怎么开？直直开，直直开，躺着开，躺着开，停着，没有，喜欢用一手开。哦，那另外一手要另外一手要干嘛？另外一手通常都在忙，摸大腿，摸什么？嘉文，另外一手都在摸大腿，牵女朋友或者哦抱一下或干嘛？男人喜欢一次做两件事情，还有看报纸的习惯也不一样。婉菲，你先看哪里？先看，你应该懂，你结婚了。先看副刊啊。先，你看啊，你看这就不一样。男人一定是看财经政治，是吗？女人先看影剧副刊。对，对耶。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准不准呢？老师能够变成是一个专家，肯定也是阅人无数的。老师，可是我觉得你教我们会把我们给教坏哎。对呀、啊，您放心，观念正确吗？好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多了解两性，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，逃避问题，问题就增加一倍；面对问题，问题就已经解决一半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男人心海底针，对象是1000个人，20岁到30岁的这个男性上班族，回答跟恋爱有关系的题目。题目第一条，注意听了。请猜猜看，男人最喜欢看到女朋友穿什么类型的内裤呢？一是草莓，二是小丁丁，三是滚蕾丝边的蕾丝内裤，四是素面的白内裤。请选择开始。好，班长的是 C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本身觉得黑色蕾丝很性感。而且若隐若现，哎哎哎，若隐若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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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每个都有个舞蹈啊。Hello， 我刚吓一跳，我以为你直接翻台了。来啊，我就是啊。翻车又没有疯。立文你的。我觉得应该是丁字裤吧。丁字裤。因为男生不是都喜欢。啊，小丁丁啊！我觉得啦，我不知道是吗？啊，不是哦，很难讲啊，很难讲。我觉得是 B。哦 ，OK， 来，婉菲。我也觉得是 B 啊，因为男生都是那种视觉性动物。泽颖，我觉得是 D 耶。素色的白内裤啊，因为男生不是都觉得女生穿白色的内裤是很清纯，有处女情节。我也是 D， 我也是 D， 因为男生比较喜欢占有那种纯情的女生，对，而且我觉得遐想会比较多。可是如果已经交往很久，没有，还是很纯情。让我先讲，可是很多男生也喜欢熟女啊，不是对。好 ，OK， 我觉得蕾丝它就是透明的地方会让男生就是很开心，可是等开心就是成熟。奇怪，就是没人选 A 呀！你把我们男人当什么？我们喜欢清纯，就是草莓这一种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就买了。什么啊？可爱的小草莓竟然没人选？到底男生最爱女朋友穿什么类型的内裤呢？第四名是素面白内裤，第三名是性感丁字裤。名就是蕾丝内裤哦，哇，蕾丝边竟然是，哎呦，我最懂男人，这道题目很厉害了。好，最讨厌女朋友说的一句话，来，男人最讨厌女友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？A， 你爱不爱我 ？B， 早点回家 ？C， 别人的男朋友都 ？D， 烟少抽一点吧。好，请选择开始。哇哦！谁？哇哦！我只有泽颖选 A 呀！啊，真的吗？你爱不爱我？你会这样问男朋友吗？会耶。A 跟 D 只是会觉得很烦，对。所以那 C 是跟别人比较，自尊心的问题。对，这个我认同你们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
因为男人的眼中，爱情的眼中是容不下一颗沙的。对，你讲别的男人，等于是把整颗砖块硬要塞进他眼里。哇，好痛啊！好伤害啊！大部分的女明星都选择 C， 别人的男朋友都。到底男人最讨厌女友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一起来看解答吧。男人最讨厌女友说的一句话是第四名，烟少抽一点；第三名，早点回家。哎，而第一名是，你应该会选 C 吧？是别人男朋友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感觉会变得很渣，感觉不是很好。别人男朋友都怎样？好像我朋友一样。第一名就是 C， 别人的男朋友都。大部分的男人都不喜欢女朋友拿自己跟别的男人比较，所以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们，千万不要拿男朋友跟别的男人比较哦。连续两题都答对了，请举手。哎，佩慈美声哈，星光二班，好简单。